什么？是原罪？好、哦，阿明，努力啦！头拄啊讲好吼，爱给红啊书藏起来，你藏在那个桌啊里底，叫去去给先生检查时阵发现。 害我去互处罚？我来知，我知,我知先生咧检查吼、哦呃，你嘛是共款啊。啊，伊昨叫我一直早晏啊，坐来校校，害我嘛去互发现啊。嗯，倽个你无注意，吼、哦，安尼咱拢去互发现。先生讲吼、哦，要去甲阮阿妈讲，我害啊啦。 是你害个、啊，我咧讲，是你啦，是你啦，是你啦！好、哦，袂跟你讲啊啦，以后莫来找我佚佗啊啦！哼哼，莫佚佗就莫佚佗，我不要找你嘞！哼、嗯啊。嗯？老囡仔，啊你是安怎咧想起？哼，我嫌啦啦，弄阿面啦，计甲红阿菜创好，结果叫先生发现。 害害，阮拢爱去用处罚啦。恁 <laughs> 两个吼，拢有过错啦，咱会使干哪怪伊尔？哎哎哎，阿咪啊，欸、我有甲提醒呢，个爱注意呢。迄时家己无说腻的啦，嗯，一叫伊早红仔车来着，毋对啊，啊，伊早来嘛毋对，恁两个人拢犯罪，嗯，做一个红仔车敢有较严重。 犯错是真的，而且你搁咧抱怨，嘿，安尼嘛是犯罪，啊，安尼是还好吧？昨昏啊，测验是大大诶过错啊，真侪人拢会啊，而且吼，迄个坎普顿，逐个人拢会晓，即个犯罪，啊，毋着逐家拢是安尼，嗯，你莫搁揣借口啊啦。虽然人会犯罪，但是爱改过，嗯，啊，你讲个对啊，啊，人若犯罪吼。 大个就是原罪，啊，原罪是改不了的，未改的。谁讲啊，当然嘛是会使改，原来的罪就是原罪，嘿，改就毋算讲原罪。我看你毋捌哦，你才毋捌嘞，你毋捌啊，原罪未改啦，你才毋捌，迄毋是安尼讲的啦，毋是是原罪，就是未改，未、欸、改,是改，未改、欸。哎哟，你安尼玩来玩去吼，拢无耍去啊嘞吼。 诶、欸，但是即是一个趣味诶问题吼，著、哦就是讲咱人天生敢那着足够犯罪吼，而且敢无法度通改变吼，答案呢著是会当。你讲啊，会当会当著无叫做原罪诶啦吼。啥、哦、物叫做原罪？原罪著是讲咱天生生落来著带着即落会犯罪诶本质啊,啊。啊，你讲嘛，妈、啊、怪上帝啊，啊上帝创造人会犯罪，啊上帝创造人若袂犯罪著无代志啊吼。是啊。 上帝创造诶人啦，拢总未犯罪，迄叫做机器人，迄叫做电脑，啊、哦，电脑你甲设定，伊拢未毋对，百分之一百，迄叫做无人性，啊、哦，所以咱即马人吼，设计电脑吼，有通仔讲，或许你电脑小可嘛会做毋对，安尼比较比较接近真正诶人吼，即、哦、足趣味诶吼，咱创造出来电脑，咱唔盲讲伊甲咱足成诶吼，所以有通仔电脑嘛有小可发发一俩脾气咧，吼、哦。 因人浪有人讲，将来吼，咱发明即个机器人，啊，即、這个机器人吼，像我查甫吼，阮厝诶吼，买一台机器人，啊，伊造型吼，都是查某照仔那样，啊，伊个皮肤吼，拢仿咱人类诶皮呢，吼、哦。所以吼、哦，迄个摸落，你叫是是真正诶皮肤呢。即科技一直咧进步，所以说个机器人吼，啊，做到尾啊吼，甲真人有够像诶像啦，吼，啊毛把就卖裂咧裂咧裂咧吼，即、啊哦這个科技吼。 因为一直在发明，一直在发明，但是机器人是外口娘，伊咧讲话要边啊讲，伊咧讲话就是将咱讲话的口气啦、口音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将来若带软件的话吼，迄、那个软体吼、哦，啊，灌入去内底吼，人家机器人咪能讲台湾国语咧？你知无？我们台湾研发的机器人会说台湾国语，全世界加拿咱食有娘，因为其他所在听无台湾国语啊，所以这种咧是會变安尼啦。 因为咱有嘛机器，加咱人吼足神的，你猜不？哦，所以們有人讲，台湾的官方语言，哦，正式的语言，唔是台语，嘛唔是国语，是台湾国语。因为这全世界，加咱台湾一样尔。所以台湾国语就是咱的台湾官方的语言。咱从来唔是推行国语，嘛唔是推行乡土语言，咱从来就是推行全世界独一无二，懂？ 专务调跟他当内样叫做台湾国语啊，安尼啊，所以咱发明个机器人，伊嘛专门咧讲台湾国语。哦，早安，你好，我、哦、是你的好朋友。哦，你该起床了，安、啊、尼哦啊，哦，听下都足亲切安尼啦哦。啊，这种机器人吼，将来发明到一个地步吼，伊也会晓发脾气。哦，机器人啦，未晓发脾气吼，无像真人。哦，机器人。 嘛爱有情熟，啊！你看有，你你看有趣味无啦？啊！所以咱人吼、哦，天生就是会犯罪。咱到尾也感觉讲，若拢未犯罪，那好亲像感觉无成人。咱讲叫做无人性。啥物叫做人性？都、就是会做毋对，会忝，会闹，会抱怨。安尼才是叫做有人性吼。即、哦、个是趣味诶代志。是安怎咱人，会足想要看着咱发明诶机械，嘛甲咱共款的做毋对。 因为咱比较比较有安全感，因为咱看到全世界的人拢会破病，啊，拢会生气，啊，拢会感冒，啊，拢会激动。咱即个感觉讲？哦，安尼叫做正常的人，哦，即、這个叫做原罪。原罪的意思就是咧讲，咱人类即摆已经接受啊，就是做人爱犯罪才叫做人，无犯罪都唔是人。所以你若叫一个圣人，你会足艰苦，哦，因为伊拢未犯罪。 哦、你也足痛苦，你会感觉讲，你乃拢唔捌你发脾气，你乃拢唔捌出代志安尼啦，实在是足无真实个咧。啊，你讲是人，吼、哦，所以咱已经接受咱家己是足后做唔对个人到即个程度，但是事实上吼，那、哦、用圣经所记载，人类将来敢有可能无犯罪？真正的人性敢一定爱犯罪？耶稣，我咱看到一个答案，就是。 真正的人性会当无犯罪，但是伊家己无犯罪，伊确实有法度体谅别人会犯罪，即、这个叫做真正的人性。真正的人性就是讲，我家己虽然无做毋到，但是我袂用同款的标准去要求别人。哦，我虽然做会到，但是我有法度了解有个人做唔到，这个才是叫做真正的人性。因为耶稣就是安尼。 耶稣来世间，伊无犯罪啊！但是呢，当咱犯罪时，耶稣讲我会当了解。啊，恁也感觉真奇怪，讲啊，耶稣你无犯罪，恁也当了解我有犯罪。耶稣讲，因为咱在受试探引诱，迄、那个压力、迄、那个感觉，咱是共款的。只不过，只不过我无即个原罪。哦，我来到世间时无去即个罪物件，所以我未。 用错误的方式处理压力，压力拢会有，问题拢会有，但是呢，我未用错误的选择来处理这个问题。所以耶稣讲，你唔要惊，将来吼、哦，这个原罪吼、哦，咱人天生一个生落来都会犯罪，这叫做原罪。因为这个世间本来就垃圾，所以你无论偌清洁，你来家家你拢会变垃圾，除非安怎？ 对，你是对无共款个所在来，你迄个所在无犯罪、无大禁，你迄个所在抑佫会当有一个抗体，哦，著、就是讲敢若你有注射共款啊，你袂叫即个罪格你污染去。啊，所以耶稣讲，我著是带来一个五万户人，著、就是我对天顶来，我来即个世间甲恁无共款，恁拢是对爸爸妈妈两个人来到世间，啊，我毋是，耶稣讲，我是直接。 上帝安尼将我藏伫诶马里亚一个再色女的巴肚，我全直接透过查某人来世间。哦，阿里讲阿若会要直接要安尼做。哎、啊，耶稣讲哎，你、欸、足简单诶啊，因为即个世间一开始犯错误是查某人啊。啊，里倒位跋倒，就伫倒位卡起来。既然当时是查某人靠魔鬼引诱失败，互罪入到世间，安、啊、尼今仔日。 救恩嘛是透过一个人来到世间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叫做上帝救赎啊，上帝救恩，上帝用这个方法来解决这个罪的问题。所以原罪问题变哪解决？原罪问题就是透过有另外一种诶话名啦，透过另外一种生命，干哪像住下住入咱诶内底。 将咱内底原本做的这个原罪解毒、甲解掉、解掉了后，咱即个原罪提掉了，后咱就会当无犯罪。所以圣经应允，咱将来去天顶了后，伫天顶迄个罪的问题已经解决啦。哦，上帝将咱人类历史内底迄个原罪问题完全拢提掉去啊。所以若是今生啦吼，请大家爱体谅。 咱拢是对爸爸妈妈、妈妈的病毒来到世间，所以吼、哦，世间的每一个人拢是会犯罪的人吼、哦，只要伫即个世间的人，无一个人是袂犯罪的啦。因为咱即个世间自从人类犯罪做毋到了,了咱即规个世界已经拢被病毒甲咱感染去啊。最起码只有剩一个方法，就是上帝带来甲咱注射吼。 住力咱内底，将咱的即个内底毒、原罪、即个毒素，拢甲咱解除去。啊，佫再来，上帝要将外在环境也拢种消毒。所以，上帝做两件代志。第一件代志，就是，互上帝灵带伫咱的心中。上帝圣洁，上帝光明，毋是伫外口咧照，是日摆咱的心中住，甲咱大做伙。 即上帝所做嘅第一个方式，解决即个原罪。第二，上帝讲环境吼，拢会换新的啦。规个环境吼要消毒吼，已经无好去啊。迄地毯垃圾里头啊，吼，你去叫人来洗，叫人来清，你那么咧吸，迄拢无好啊。上帝讲，淡调，淡调我换一组新的，互你迄拢清气啊。所以上帝讲，即、这个世界有一日隆妆毁灭。上帝要将即个世界隆妆毁灭掉，然后换一个新嘅世界。 河难？安尼，所以这都是真正的救恩哦。所以通万五千的饼盒你拢爱了解哦。咱人有原罪无毋对，但是耶稣会当处理咱的原罪。好，讲到啥为止？安尼、哎、我了解。嗯、哎，尼、啊、我定定犯错吼，阿、喔、你原来著是原罪。我等下甲阮阿嬷讲，叫伊原罪吼，伊未使甲我骂。哎、啊。 哦，因为我有原罪，所以你拢未当阿骂，因为这都是我的原罪害的吼，就叫做借口，这都是原罪，都是自己做唔到，拢咧找借口，不肯改变，这都是叫做原罪，唔惊、啊、你问，惊你唔问。